回来了哈，然后打算今天去跟超哥置办年货去。这回咱拿个本儿跟个笔记一下吧，要不然咱俩到这儿一逛忘了。中媳妇，那杯歇起来，这是个好办法。咱把这今年老张年回来，咱这年前都过年了，都不让他花钱了。我也是着想了。第一个，对联儿，过年必不可少的是对联儿。对，咱得买点肉，要包饺子耶。能隔十斤肉，几十斤，因为咱那还得弄肉粉儿。肉粉儿啊，对，还有大肉黄的哈。肉十斤。还有个带鱼。带鱼。买点糖吧，糖瓜子儿。对。还有啥呀？这会儿我都想不起来了，到这儿更想不起来。妮儿，你爱吃啊？妮儿说：“我最爱吃的都是糖。”妮儿也会拜年了。今年回半年了，你说新年好，走了。咱别买菜，咱到那儿都别买菜了。啊，不买青菜了，到时候。不买青菜了，青菜咱过两会儿再买，不好放哎，是吧？咱这边超市，对，一直开门不关门。都有菜。先记着点吧，要不？中。先记着点，先去。你到那儿这点儿忘了不记。拿点现金吧，到那儿。花的方便吗？现在我们到地方了啊！到我们这个万邦市场了。对，你看这么热闹，今年年味儿特别重啊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家？这红烧是什么大呀？这个大呀！那你们赢了呢！四爷一个哥哈，老看我们视频。走，来买羊蹄吧。我给你买羊蹄吧。还有这小家伙，你爱吃。以前我家那边都不是不大大有鱼，三十，50块钱两吧。这两顿都啊，这过年比不过手是更红火了。加点糖哈，加点软糖吧。多抓点，过年来拜年少不了这个糖，跟那瓜子。咱各人来点，家这个价钱都一样。家里还有一大兜糖，估计够了。好，够了。走。哎呀，你买那些，咱买那些东西啊？这咱过年啥都能用着嘞。那咱就搁放好了放，买就买的这呀、啊。这包饺子用嘞，这放的，这买的那个炸嘞，叫小妮儿吃。我们那瓜子买好了，等咱家过年来给你拜年喽，你给你家小孩发发。我这200块钱那多呀，我说你压下来呀，可不少奶奶。大家知道奶奶说啥不？给200块钱不少。奶奶，我说俺30黑了，俺都给黑了不空布袋儿，不空兜。都买齐了，奶奶还缺啥了？你都给我说。这到那儿人多，我记不清都忘了。这不这些东西了啊，咱都能用上哎。真邪的了，这咱那我这两天逛了不来呀，看见了我买去的。爹，咱俩谁买都一样哎。挺好嘞，大不？大呀。你俩说，我说爹多大呀？你俩都给切好了，没买菜。我说过两天老买菜吧，怕放坏了菜。对了，这过年人家也忙嘞，打这儿人家嘞，那妈大呀，不能干。你看那也能他都给你摆上了啊！爹，咱是一家人，说那话干啥呀？老奶奶又问你吃来了呀？这搞定没啦？又问饭搞定没啦？可能大家都觉得我给俺爸跟奶奶说话声音都特别大，跟喊了一样哈。其实是因为俺爸跟俺奶奶是有一点耳背嘞，然后再加上我也是外地人，然后他们听不懂。他们说你说话有时候他们确实有时候听不懂，所以就是听不懂，我得慢慢就是时间长了，等俺奶奶跟俺爸熟悉哈，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把声音可能降低一点。